我治病节的时候，哎，400块，一级我们1.46攻速。哇，攻速有点快的。A 几下可以叠满啊？1、2、3、4、5、6、6、5、6、30、6下，六下能打满。E 一下算一下 ，A 一下算两下，再一下三下、四下、五下、六下。技能也算，不知道 R 算不算啊 ？R 不知道能不能叠，一下、两下、三下、四下、五下、六下，哎呦我操，七下、八下、九下，一顿 A。还加攻击距离呢，加100。干什么？杰斯议员。挺狂啊，议员大爷。哎，你是有点太狂了，我发现议员大爷。你有点狂啊，你挺狂，挺狂，挺狂，挺狂啊你。我快不快？一直到六级吧，好像是一直到六级，一直到六级之前都比征服者厉害。干他一波啊，干不干他？干他一波也是可以的。哟，86。谁来了？来了，他又能咋的呢？来不来呢？好坑！来了，他又能怎么地呢？我就没明白了。致命节奏，我打个屁呀！凭啥大招不触发致命节奏啊？一技能能触发是吗？他也没写平 A 呀，他不写攻击敌方英雄吗？如果他写他是平 A 触发的话，他就写了啊，你普通攻击一名敌方可以获得多少多少加成，对不对？这家伙这是要打死我呀！你咋那么狠？就那么狠呢？你看，征服者就写着，普通攻击或伤害型技能在命中一名敌方英雄时。普通攻击或伤害型技能，人家征服者顶上的血了。这是啥呀？这是干啥来了？这是。技能伤害比征服者差不少，
你们俩到底怎么回事？到底是我抓你们俩，还是你们俩抓我？给个准信儿，到底打不打？打一个跑一个，到底是什么意思？这歪的，这么歪吗？刚才我不是加了30%的那个攻击速度吗？我刚才只触发了，就是我是一 A Q 加 R， 只有 A 跟 Q 触发了，其他的都不触发。天赋打的前期不好打，应该是。只有 A 跟 Q 触发，加了30嘛。三项配破败，攻速有点快，致命节奏身上带。下一句你们来。猫咪真可爱，蓝力汉是真的帅，可以。打假猴，到底打不打？到底打不？到底打不打？吃我一抠！凯旋回血，加个小血瓶。蓝 buff 应该没了。干嘛来了？不用套点盐，回家吧。等他一会儿，快来，未来守护者，干啥呢？未来守护者怎么等那么长时间？不知道玩一天能不能给来把炼金龙啊？没见过那玩意儿长啥样？哎呀，我鱿鱼挺狂啊，鱿鱼！上路单带就可以了。这鱿鱼是怎么回事呢？这鱿鱼我被滋了了，吸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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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2.67攻速，你们跟我打，行，人太多了，5个人没蓝了，还得去上路，上路蓝 buff 马上刷了，上车快。快快快快快，来不及了，来个传送门，正好传到蓝 buff。 完了，一不到这么地儿，有蓝 buff 了，我们无敌了。
呀，没法冲呀，这咋冲呀去？先把打麻了。意思这是拿一条小龙给600块钱给对面是吧，拿一条大龙给600块钱，给拿一个外塔给300块钱，拿个内塔给480，是这意思吗？守吗？这高地，高地谁来守一下呢？这都没死啊？准备死啊？漂亮！哎呦我天！哎呦我天哪！我2.95攻速，你跟我打！速度真快呀、啊！